皮杜艺术中心。许多朋友来到这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欣赏艺术中心里面的永久收藏。事实上，它已经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当代和现代艺术博物馆。永久收藏品一般在五楼和六楼展出。五楼展出的是从1960年至今的当代艺术作品，六楼展出的是从1905年到1960年的现代艺术作品。在每一个展览空间，不仅展出绘画、雕塑，同时还有摄影、影视以及建筑和设计作品等等。根据作品布置展馆，大约常年有1500幅作品可以在这里欣赏到。另外，每年蓬皮杜艺术中心还会举办20多场临时性的展览，也为中心带来了巨大的成功。下一集我们到艺术中心里面欣赏一幅安德烈·德兰的绘画作品。欢迎时间法国巴黎。